刘亦菲为何从不接拍清宫戏？看到她的甄嬛妆，一出场就剧终了。刘亦菲为何从不接拍清宫戏？看到她的甄嬛妆，一出场就剧终了。人都说汉语太有表现力，但是面对刘亦菲，汉语却突然变得如此笨拙，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。《仙剑》系列中最为经典的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当时与胡歌搭档主演，赵灵儿这个角色形象最为灵动可爱。刘亦菲本身年纪也不大，自然也很符合这个形象，这些年来也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经典。除开这个演技的话题不提，另一方面也是承认了刘亦菲的颜值了。现在看来，刘亦菲这些年重心都在电影方面，清宫照短期内是没戏了。看看粉丝们给刘亦菲P了一组清宫戏的妆容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刘亦菲还欠我们清宫戏或者其他朝代的宫斗戏，反正这一块刘亦菲是空白的，什么时候必须补齐，真的好期待了。